自称啊被警察持枪抢劫强奸了。现在他开了一张婚姻，你可以说 no 也可以说是，但你说的每句话将来都会成为婚姻，而且也都会成为你自己有很多婚姻不配合婚姻的事情。妙龄少女与网友相约见面，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，这竟然成为了一场噩梦。她被一对自称是警察的夫妻强迫脱光衣服，一丝不挂地站在那里接受所谓的审讯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这对夫妻不仅洗劫了女孩的钱财，妻子更是亲手扒掉女孩的衣服供丈夫奸淫。而他们已经以同样的手段残害了六名女孩，他们不但用言语恐吓女孩，而且留存了被害人的裸体视频，致使受害女孩们忍气吞声，不敢报案。发言正在。直到被害人童林勇敢地站了出来，他的报案才让这一系列恶行得以曝光。2015年4月1日凌晨四点，一名惊魂未定的女孩跌跌撞撞地来到了公安局，情绪特别激动，语言也陈述也不稳定，断断续续，自称啊被警察持枪强奸了。据童林的描述，几天前他在网上认识一个侠士情深的男网友，两人聊得挺投缘，就约好了在3月31日见面。当晚6点多，男网友开着一辆白色越野车来到童林的宿舍楼下，童林更是有一起下楼后便直接朝男网友的白色越野车走去。然而当他上车后，却发现除了男网友外还有一名女司机，还没等他搞清楚状况，他就被男网友控制了起来，套出手铐，迅速就给他戴上。我是蒙公安局的，你别动，不要喊。在给他戴上手铐的那一瞬间的话，掏出一把枪顶在他的太阳穴上。随后男网友拿出头套将童林的头套了起来，但车子并没有直接开到警局，而是在市里绕了一大圈，最后停在一个小区里。男网友说童林牵涉到一桩重大案件，需要将他带到安全屋审讯。到了那个所谓的安全屋，童林看到里面的沙发上有警服和枪，他一下子慌了神，以为自己真的犯事给警察抓了。接着一男一女开始对他进行审讯，一个负责问问题，一个负责记录，他们详细询问了童林的个人及家人的所有信息。更让童林崩溃的是，那两人竟然要求他脱光衣服并对他进行拍照。随后男网友是一女人去局里汇报情况，看看该如何处理这件事。等女人刚离开后，男网友就强迫童林与她发生了性关系，但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。半小时后，那个女人带回消息，称局里的意见要以卖淫嫖娼的罪名拘留童林。听到这个结论，童林立即开始苦苦哀求：“你放过我吧，是吧？有什么事情的话呢，我能满足你，我肯定会满足。”这时男网友告诉他，如果不想被拘留的话，就必须缴纳罚款。在男网友的逼迫下，童林无奈透露了自己卡里还有20000元的存款。男网友听后立即带着他来到自助取款机前取走了这20000元。直到凌晨2点，童林在被折磨了整整8个小时后才被男网友送回了住所附近。一脱离男网友的控制，童林立刻跑到警局报案，他向侦查员们详细讲述了自己的遭遇。侦查员们听后立刻意识到，这是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冒充警员抢劫强奸案，真正的警察绝不会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情。假如说要是真警察的话，那轰动的可不仅仅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，可能全国都会造成很大很大的轰动。警方立即对此案展开了调查，这时童林石又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，他当时记下了那辆越野车的车牌号 M004， 这一信息为警方打开了关键的突破口。他们立即调取了车主档案，发现车主是一名叫焦某的28岁男人。看到照片后，刑侦队的大队长一眼就认出了此人。在2012年的时候，焦某就曾因假冒城管诈骗而被判拘役6个月，看来他并未因此改过自新，现在又冒充警察继续犯罪。在童林的辨认下，警方确认骗他的男网友正是这个焦某。案发12小时后，正在路面搜索的侦查员突然发现了焦某的越野车，他们一路跟随越野车来到了一片平房区，车上下来两男一女走进了一个大铁门的院子里。由于无法确定焦某手里的是真枪还是假枪，侦查员们也不敢轻举妄动，但又害怕错失良机，最终侦查员们硬着头皮闯进了屋里，成功将焦某抓获。同时大队长注意到屋里站着的女人与童林描述的女嫌疑犯十分相似，于是也将这个女人一并带回了警局。在焦某的越野车上，警方不仅搜出了大量的现金，还有很多警用工具和假枪。都啥东西？一件一件说。塑料电棍哪来的？塑料枪是搁市场买的，电棍也是搁市场。往那看。干啥用？直接说。昨天你用它干啥了？昨天那个撞人。更令警方震惊的是，在焦某居住的屋里，他们发现了很多类似于笔录的东西，以及 U 盘里存储了不同女孩的裸体照片和审讯视频。面对铁证，焦某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。
几个月前，焦某在网上购买了警服和大量的警用工具，然后通过社交软件专门约见那些失足少女。等上车后，他立即用假的警具将对方控制住，然后再以重大案件为由将其带到所谓的安全屋。到了安全屋后，他以卖淫嫖娼的罪名逼迫这些女孩脱掉衣服，拍下裸照并实施了强奸。我媳妇让他把衣服脱了。为啥脱衣服？被脱了衣服干啥照？干啥事要拍照？拍照？拍啥照？是不是裸照？对，是裸照。后来发生啥事儿在这屋？你跟他发生啥事？我跟他发生关系了。发生啥关系了？男女关系。男女关系？他是自愿的吗？不是，不自愿的。而更让警方难以置信的是，经过核实确认，杨小玉与焦某竟然是一对合法夫妻。对于他的行为，警方感到难以理解。他说我跟他发生关系了，然后你得搁旁边看着，我就得搁旁边站着。这为什么这两口能做这个事情呢？而且是冒充警察，同时呢还是抢劫，还有一个强奸。在警方的审问下，杨小英声称自己其实也是受害者。她一直以为丈夫焦某是真正的警察，直到被捕之前，她都被丈夫的伪装所蒙蔽。当被问及为何在目睹焦某的恶行后，她既没有阻止，也没有选择离婚时，她表示自己也是出于无奈，没有其他选择。因为我的钱全让他骗走了，十多万呢，把你养老钱都拿走了，我离不起。随后警方根据焦某的口供，逐一与被侵犯的女孩们取得了联系。然而面对警方的询问，这些女孩子态度出奇的一致，她们都不愿意出庭作证，甚至不愿再提及这段痛苦的经历。你知道为啥你们找我都不来吗？就非得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吗？显然这段经历给他们带来了深深的创伤和恐惧，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沉默，才导致犯罪分子连续作案。如果被侵犯的第一个女孩当时选择报警的话，也许就不会出现其他的受害者了。这起假冒警察实施抢劫强奸的恶性案件，该不该将犯罪分子判处死刑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感谢您的耐心观看。